房顶上面挨那个光伏发电，那个开那个光伏板，全部把房顶卸下来了，真没事。先弄着住吧，在地下先弄着住吧，愿意受影响，受影响那不少嘞。在墓地啊，昨天晚上的一场大冰雹把这个棉农一年的心血甚至是几年的成本都搞进去打扰一下，我想问你，就耽误你们几分钟啊。我问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律师的签字了？谁给我孩子测了呼吸机啊？怎么没有名字？而且那个拉直的上面连床号、名字什么都没有，医师也没有签字。这个我已经在这里讲了。还有这个，我就问你几句话，我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您说我孩子脑死亡，跟卫健局的回复是根据临床诊断，临床诊断国家暂行的脑死亡的规定是有标准的。您做您做这个自主呼吸测试了没有？而且我们在这里讲，还有一点，这个你们不要再讲，你给我滚蛋！你不要在这讲，你有本事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弄清楚。好吧，我们再看这个，你要是你到法院去，我们到法院去。因为你是我孩子的主治医师呀，我可以来找你问呀。你不用在这讲，好吧？我不用在这儿讲，你6月6号在卫健局的笔录都是假的，明明是王玉昌做的手术和我们的谈的话，你还把张英慈拉进来。看完你再，我就2分钟。不用讲，不用讲。我跟你讲呢，我肯定上法庭。你看看，我们是要肯定上法庭的。上法庭。哎，那肯定啊。还有这个，我就问你，您这个笔录为什么造假？
你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家，你这没有造假吗？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好吧？王于昌跟我谈的话，跟我做给我孩子做的器械手术，骗我们，欺骗我们做器械手术，然后你不用讲，你根本都没有参与，你为什么还跟我们谈的话？你不用多说，你不用，都一边去。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所有这些我们是合法合规，合法合规全是假的。从我孩子一入院，你把这些都设计了，你把这些都录下来。是的，是的，好吧。好的，好的。全部造假呀！连跟那个卫健部门的执法大队的笔录都敢造假，胆子很大呀！你说造假是百分之百的污蔑，好不好？我不是污蔑，我是有证据的。你不要说百分之百是你自己。桑英慈6月6号在你主任还是在中法新城区，还有陈继格，一层烂。这些跟这都没关系，这跟这都没关系。你在这污蔑的话，我没有污蔑，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证据支撑的，我有跟他们的聊天的截图证据。我告诉你，百分之百随便找那去说，你自己害死自己的儿子。是你不。处心积虑，谋图不轨。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哎，你录，我不怕的。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你做了自主呼吸测试了没？脑死亡是做器官捐献、活体捐献的标准，太恶毒了。你骂人，你骂人的话，脑子不当这个。我骂你了吗？我忽视你，信不信？怎么了？你别在这叫保安把他轰走。叫保安，他是我孩子的主治医师，我有问题来问他，我还所有的是上法了。你有问题，我们上法庭，好吧？啊，就是上法庭，肯定要上法庭的。你跟他讲一下，我跟你讲了，不是不是说，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忽略我这一次，我肯定跟你没完。我也跟你没完，你害了我孩子，28岁的一个年轻人，说孩子脑死亡，用这样说的没有？没有做任何测试，说我孩子脑死亡，最后测呼吸机死掉的。我已经够忍让了，我。你什么脑子呀？你害死了人命，你还脑子脑子的。你每说一句，我害死人。我敢说一万句。你这样，你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说啊，李占飞，是我孩子的主任医师，是我孩子的主任医师。我孩子28岁呀。1.81米，65公斤。风华正茂呀，然后呢？然后我孩子脑外伤就进了他们这边的创伤外科。他说我孩子脑死亡，劝捐，不同意捐就死亡造假。我孩子的，你看，我孩子的这个就心电图都没有人名，都是假的。做假笔录，李占飞干的。好了，我不跟您说了，我回去，我走法律程序，你也做不了。本人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实名举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志明性骚扰，以报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可以留校实习辅导员为由，2024年4月28日凌晨1:07，受大一辅导员殷礼智现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部书记邀请到涉外西门玛莎丽酿饭食 KTV， 因为我是自己租在学校附近的。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担心未知情况，就叫上了正好住在我家的女同学一同前往。我们到了之后，让我们先开好包房，同时我支付了包房及烟、槟榔费用。开好包房后，我和我朋友坐在一起，陈志明书记进来之后坐在我们旁边，我有预感情况不对，我和朋友悄悄打暗语，要我朋友坐在我和书记中间。他们没有和我点的套餐，而是自己带了 XO 和冰块杯，不断让我们喝。我深知自己的酒量不太好，怕喝醉，所以我悄悄拿着纸巾把酒吐掉。在我朋友唱歌期间，因看不清歌词身体往前靠时，陈志明书记叫了我的名字，我手撑着沙发，耳朵凑过去听他说了什么。他突然牵着我的手，紧接着亲了我的脸。我当时不敢发火，因为我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然后我找借口和我朋友和一个住在我家附近的辅导员一起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就一直在哭，和自己的辅导员也说了这个事情，要我不要钻牛角尖，以后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就当被狗舔了一下。那一天也听了这个书记其他很多伟大的事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发生之后隔了一天，三更半夜他又和我发信息，说有老师叫我出来，要我出来，我没有出来，拒绝了他。为什么我现在才发出来呢？是因为当时我的毕业舞蹈汇报和论文都还没有弄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加上周围的声音告诉我要我先忍，不要冲动，也听说有其他辅导员举报过他，但是他还是一样坐在这个位子上。我也上传举报了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红网百姓呼声，但是上传不了，一直在审核，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在学校我是班长也是党员，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的事情，勤勤恳恳工作，利用空闲的时间努力兼职打拼，我的母校专业老师都是那么的尽职敬业，但是领导学校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对其他老师干了什么恶心的事情在此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不会忍气吞声，不然会祸害更多的女生，也不要再让这种人欺压和压榨女老师们，请政府教育厅。现在身为校长的在这里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来看看这个校长的嘴脸，哇操，这工程做的豆腐渣工程，哇操，还有旺仔饼干。房顶上面挨那个光伏发电那个拍那个光伏板，全部包房顶。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